先走吧，我先。嗯。嗯，你的手好像有点干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要不要涂一点护手霜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这个护手霜很好用的，涂在伤口上一点也不疼，而且它很香，是桃子味的。不信你闻闻看。要不要试一下？试试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给你推销护肤品的。好了，啊，这个你拿回去，按时涂会好的。袁姐，你模特找好了没？还没有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找了好几个，价格都太高了。我们的预算就这么点儿，也不能找金教授再加吧。嗯，那怎么办呀？这么快就走了，我还想找他帮忙砍价呢。秦深这种人怎么可能会砍价？一鸣说上次找模特就是秦深帮忙砍的价。你听他瞎吹，秦深就被坑了，他懒得应付，为了早点结束直接对半砍，一分没让，根本就不是为了砍价。没想到最后居然成了。那我的护手霜不是白送了？你还送护手霜啊？这个护手霜很好用的，涂在伤口上一点也不疼，而且它很香，是桃。